OK， 好，来。Hello， 我名字叫乐高怪人。今天我的演戏就是要演一个吃乐高动物要和人乐高怪物杀手打架。好 ，OK。这个人很少，所以是要怪物杀手。然后他们要在移动岛上面打架，如果打赢的人就会拿到宝藏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在传说中的东西被我改了，就像人马兽变成人吃兽，然后暴龙有了呼吸，但是我就是两千年了。好，都是姑要怎么了？乐高怪人要去哪里？坏的，要上来上面打架。等一下，这三个岛会。然后呢，就是每一个人赢嘛。他就会自己知道要自己。真的。但是现在他们要在七个岛。我们把一个 Marvel 的人搬过来，当成主角，钢铁人。好。还有第二个主角，从复工忍者就是改成猛毒忍者。猛毒。就是水忍者。我把它改成猛毒忍者。好。好，他们现在要对战。对战。开始！为什么那个会移动？暂停。暂停一下。没有在暂停的。有啊。没有吗？好吧，就是他们现在在打架。现在暴龙已死中，现在暴龙快昏倒。我会跟你讲一些细节，当他们在打架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一些细节，他们发生什么事。如果两个一起进攻，一个锅，就是有一点点在一个国家的东西，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帮忙。现在钢铁暴龙是要跑过去了。吃很像骨头翼龙，那只骨头翼龙超强，他就把暴龙杀了。暴龙现在要往地下跑，但是暴龙跑回去的时候，那只骨头翼龙就跟他对，然后一只龙也参加了他的，然后呢，一只怪兽也参加他的队，然后呢，两队。好了吗？我可以结束了吗？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忍者跳下轮椅，大家都好惊讶啊！结果呢，跳起来之后，他身上有奇怪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他坐上了翼龙，飞往国度，是那个国家跳。结果呢，他跳下飞。大家都还以为他死了，对不对？他死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被压山压死了吗？对。
哎、欸，快五点嘞、欸！他其实没死，那结果呢？他就说我以为他死嘞，他现在，哇，终于有只怪兽死。我要结束了、哦，拜拜。还没好，还不行。然后他限制了，要去跟暴龙大战，暴龙限制了，上树去跟呀怪兽，怪兽大了，怪兽。他的这个暴，这个暴，几年后移动？几年？这个的现在停止动。500年后，他就会重新动。1,000 years later， 500年后，这个战场还没停。然后呢，这只暴龙做了这个怪兽。然后呢，怪兽杀手、猛毒忍者还在跟怪兽打架。哎，五点哦，要结束了。他快把他杀死的时候，他就把啊，给你10秒钟。他就被一起。然后这人站起来时，全部的怪兽已经死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觉得，好吧，他就乌龟去找宝藏，他终于找到宝藏了。太棒了！好了，耶、yeah ！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拜拜。拜拜。